阿 Ken 受不了韩妹诱惑，遭安心亚狂骂毒打30秒。可以帮我跟雅音讲说，我是经验老道的成熟男人，我是不会轻易被电到的。哦。超人气全民表妹，啦啦队女神强力放电，真的会哦！哦哦哦哟！哎呦！还是要我啊？这答案已经很明显了啊！同学来了，我会勾上去。海妹遇上泡菜妹，你想要把哪个妹？全场吓到忘了讲 slogan。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这是真的吗？真的，这是真的。靠得很近哎。因为就是这个一个品牌的活动是，那刚好他是代言人。哇塞，主持人，好幸福。那其实那个时候就哎，我们要合照一张哦。那哎，站在他旁边的时候，我觉得他因为可能这个整个来台湾的过程经历是非常开心的，所以他也就变得比较热情。那你看到他，你有觉得很面熟吗？哇，有既视感吗？对啊，你是说跟你一起工作的人吗？跟你对不对？对，我跟你讲，其实我也会勾你的手啊。你好强壮，这倒不对，好爽啊！真的 ，K 哥表情，你可以退休了啦啊！没有没有没有，这样子就算拿不到金钟奖又怎么样呢？真的，算了吧，对不对？辣好辣，哪题不糊糊哪开？好辣好辣，真的是没有啦没有啦，这个就是我觉得你跟他是很多地方很相像的，真的。哪里哪里？眼睛，然后鼻子、下巴，对，你们都有，都有一组啊，你们都有，你们都有。是我们今天是台韩要来 PK 哦，哈，哎，要 PK 啊，是。台韩 PK 这个，其实现在我们看啦啦队哈，是很多的韩国的也有外援啊，对对对对对，会有人加入我们啊，是啦啦队啊，哎，但是其实哎，你说跳起舞来，你看安心亚跳舞，那跨年晚会上面也是厉害，辣的，真的真的，对，心脏不好的，心脏不好的跨不过那个年呢，哎呦，对啊，可以了，已经明年了，看安心亚，看安心亚跨准备要跨年的话，要那个医生要在旁边待机，看护要在旁边，要服药，对，要注意，要小心啊。OK， 那我们今天就要好好来，今天邀请到请到他们来嘛，我们的台湾代表有三位啊，代表。三位，三 PK， 哇塞，代表台湾呢，好东西，好的女生，先欢迎我们的这个台湾的美女本土战队，欢迎我们的熊熊。紧接着第三位是我们的芝芝。讲的太强了，超强！韩国不要出来了，不会输，我跟你讲。哦，因为韩国不要出来，以前很害怕，因为我们以前做什么韩国女生，然后呢就会有李多慧嘛，就会有小优，对。为什么要捆绑？今天不是这种阿萨布鲁的，今天给我们的是最小优带给我们真的太多困扰，太多梦魇，梦魇。对对对，但是接下来。韩国的朋友，哎，好期待哦！哎呦，会是谁来喽？来来，欢迎我们韩国的美女战队，欢迎我们韩妞们，欢迎 JJ。哟，欢迎是我们新老婆耶！有，哎呦哎呦哎呦，认真哦！哦，贵妇，贵妇，走贵妇路线哈，贵妇路线是。欢迎是我们众所期盼的李雅逸。
输，输啊！怎么赢？谁不输？怎么赢？这个嘴脸啊，有点会不会太快？对，你刚刚不是这样讲的？哦，话锋一转，今天是我们全部的人一起来陪雅音做这个专访，是对。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吗？不会吧，美女翻译，美女翻译来了 ，Coco 你好啊，好，我们先问问看男生啦，还没有 PK 之前，在你们心中是韩国女生比较入你的眼，还是比较喜欢我们本土的台湾女孩呢？大家一起举牌啦，OK， 基本上还是我们台妹多一票，对，好 ，OK， 我真的一度想不举，你知道吗？你有一度吗？你是输本来就是，就是对，你有没有？你们都有跟我老婆常常都是这样状态，对啊，因为我们稍微介入嘛，这样子。但是真的，我刚真的一度，我真的举棋不定，但是对，因为雅音这样出来之后，他们那个活力实在太棒，对。但是他拿的那个毛巾，算是他们球队里面比较逊的球员。对对对对，就麻烦，太认真了吧，很敬业。他站到这里 ，Hello， 台皮云豹是台皮云豹，我个人麻烦帮我跟他讲一下，翻译一下，他之前本来在合在这个球队服务，对，而且是当总经理 ，General Manager。GM 哦 ，GM 哦，哦，哎，不一样，但是不一样。现在不是在雅音来之后呢，他就离开了。对对对，离开之后才找到了这样子。因为雅音一来呢，就必须要把这个费用呢付到给这边。对对对，不需要他了，不需要他，就降级了。是是是是，分配的很好，所以就是你造成他失业。他说对不起，雅音说对不起，雅音一直说对不起，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最后我还是把神圣的一票投给我们台。哎呦，没错，但是台妞是最棒的。但是因为说真的，我们其实想到韩国女生，第一个就会觉得说好像有点难亲近，然后她比较高傲，距离感。对，虽然说她宅心仁厚，但她会有点高傲。然后呢，再来就是你会觉得说，我好像一定要每天都要带她去那种很高档的餐厅吃好的。如果说有一天我不小心带他去一些那种台湾的街边美食，吃一个什么臭豆腐啊，什么东西的话，我应该会被他打死掉。哎呦，这种感觉，对对对对。而且韩妞比较凶，韩妞很凶，脾气。最重要的是，我身为一个曾经是运动员，我没有办法跟，如果真的跟韩妞在一起，我没办法跟他一起看比赛啊，是对不对？有敌对关系。我只要看到那些韩国人倒在地上，一天到晚不起来。装那边装死，死都不起来，然后不管为了赢，然后那边黑化事件，然后要不然就买通裁判，一直骂着先聊女生啊，没有办法跟谁讲，没有办法跟一起看，是真的错，他真的经历太多。我们重点是为了翻译小姐，她太累了，翻译小姐她没有办法翻。我怎么跟她一起看棒球？我怎么跟她一起看篮球？翻译小姐是在聊自己的了，不小心身体，小心身体。我们聊女孩，对对对对，真的，对脸都红了。我平常不是这样，不好意思。演艺圈不要再少人了，好吗？对对。不要太少啊！不要太少。谁叫你们一开始就要提王少伟？抱歉，不是。好，哎，同学很多投台妞，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呢？俊明，哎，好，我看到子子，我还是觉得我应该投台妞。哎呀，没错，是啊，不论在哪个场合，我都会讲这样的话，得罪其他所有人。没有啦，其实是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女朋友，然后我在上金华酒店实习的时候，然后就不小心就是手被烫到就对了，结果她就突然间呢跟我讲说你个过来，我想说怎么了，我怎么了，她直接把我带去医护室，拉着我的手跟偶像剧一样帮我擦药，好温暖，对了，台湾，然后凶凶的温暖，对，凶凶的温暖，然后我就很吃这一套嘛，然后就包完之后，因为我有骑车要回家，结果嘞那时候我满18了，我先讲就。所以结果呢，他包完之后，因为我其实手是有点痛，没有办法骑车，我那油门吹不好，你知道吗？结果他直接他说：“哎，你坐后面，我载你回家。”我以为他在后面帮你追，不是不是不是，你用右手浪漫，左手太难骑了吧？他想坐前面，他说：“你给我，你坐后面，我载你回家。”从那一刻，我只认台湾女生。韩国女生我不行，真的不行。对，台湾女生好像也是蛮会照顾男生的，这一点没错。我是真的可以载你啦，因为我会开车又会骑车。哇，我要会牺牲，我会认真哦。但是因为我自己的认知是，我觉得不一定是男生要照顾女生，我觉得女生也可以照顾男生。我之前有一个，可能像我，例如说我以前的一个男朋友，然后他可能会去 social 的局喝酒，对对，然后立冬啊，我有，哎呀，你
经一直去喝酒，干嘛让人家那么辛苦？但是我本身不会喝酒，那时候拼事业，继续继续。对，但是因为我本身不会喝酒，所以我就是没有去。但是我是可以，假如说他快结束了，我可以去接他回家。然后太完美了，有一些朋友可能顺路也住在你家里附近，我可以一个一个都载回去。哇，这么好！对，我是觉得可以，万能可以找到。男生就会很放心，在他面前做自己。真的，就是我很醉啦，我没办法，可以撒个娇啊，都可以。而且我们三个是属于就是会养男朋友那种，就是你喜欢，姐姐买给你这样子，姐姐买给你，我都是问你要吗就买给你了，真的，不可能，不可能，我不信。我好奇雅音这样子，如果他们可以养另外一半，你是可以接受的吗？哦，제가돈을많이벌면먹여살릴수있죠근데지금은아니기때문에哎，自己想到笑，什么意思？想不出口了吗？说男生好养太丢脸，然后破功，对不对？翻译，哎，金老夫也帮我们注意一下哦。对啊，看看有没有翻错。翻译有剧本。雅音说，他如果赚的够多，没有问题，但是因为他现在。赚的不够多哦，男生自己养自己啦，这样是对的。他说自己养自己就快来不及了，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没错没错，是这样，是这样。这就是我们今天派你来的原因啊，你知道吗？那你照刚刚他那样讲的时候再演一次，我们看看是不是真的。제가돈을많이벌면은제가뭐남자를뭐이렇게먹여살릴수도있겠지만지금은제가돈을안벌기때문에我觉得这个这个好说，就确认，就这样干嘛啦？为什么要模仿？我可是很我就我就是单纯想要笑金老佛爷的表演而已。加分，加分，对，可爱吗？可爱，可爱，可爱啊！好，来来，我们再听其他同学怎么说。塔米狗，好久不见啦！哎呦，其实我也是爱台派的，可刚才看到雅音，我真的确实有点小心动。可是我必须说，我爱雅音的爱大概是这样子。可是爱台湾人的台湾妹的爱是这样子，哎呦，这么特别大一颗。可是现在台湾人呢，会觉得韩国女孩很温柔，是因为他们看了很多韩剧。韩剧啊，那都是骗人的，那都是演出来的。对，我之前大学就有一对台韩情侣，那个台湾男生让我好羡慕，因为韩国女生你知道吗？还会撒娇，然后又要喊欧巴欧巴哦，听得很入耳，很酥麻。酥麻。直到有一次我们出去玩。那个台湾男生不小心把一点点的咖啡洒到韩国女孩的裙子上，哎呦，完了哇！直接泼妇骂街，前一秒还欧巴欧巴，下一秒啊，这个不为了一秒叫他出国去西班牙，一秒就去西班牙了，对对对。之后呢，还是我们台湾女孩哦，去缓解、去安抚那个韩国女孩。我真的觉得台湾女孩真的赞，台湾女孩 number one。会吗？会突然变这样？会这样吗？韩国女生好像韩国女生突然那个情绪一来，嘣就会爆炸。会吗？好像金老佛爷，你自己觉得呢？哦，对，完全就是对，我否认，对，我就是这样，是吗？哎，很真实，对啊。嘿，那真的会像刚刚他这样，就是欧巴欧巴，然后下一句就变哎，会啊。나야이야이가있을걸마아근데저는사람들이많으면앞에서이렇게뭐라고말은못하지만이렇게아유死亡凝视。雅音说他在别人面前不会，他不会直接这样骂，但他会用眼神，用眼神告诉你小心一点。哦，了解。哦，警告你就对了，这还 OK 啊。但怒气派刚是投韩妞，对对哦。为什么？我投韩妞，其实我台湾读书到高中毕业，所以我身边一直以来都是台湾女生。直到我出社会，不是去读大学的时候，出国读大学的时候，初大四在后面了哦。我读大学的时候，美国读大学。哦 ，OK， 哦，读大学。然后那个时候就入学第一堂课，都还没有认识任何一个同学。然后我们这些留学生啊，会被丢去上这个所谓的英语不是你的母语，就会被集中在一起上 ESL 啊，对之类的。然后嘞，然后我就坐在那边，结果突然真的。有一个漂亮的韩国女生，然后就过来跟我讲话。她第一句话我没听懂，好像是韩文，但是她的意思应该就是说，哎，你是韩国人吗？我就跟她说，哦，不是，台湾这样。没想到她就哦，台湾。她说她去年暑假来过，什么？她主动跟我搭讪。我是一个没有那么有受欢迎的男生。她知道你家很有钱，对不对？她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韩国人。她知道你爸爸是谁吗？不，没有人，没有知道，不知道。我觉得她应该就是想说一个新的环境，她先找个就是至少亚洲面孔。因为其他都是外国人，同温层。然后他就这样跟我讲话，然后我们那一堂课就上得很开心，还借我笔，
真的就是我都不知道读了大学还要带铅笔，我比较傻。然后他就借我，然后我们就这样开开心心的。结果这个故事的后面就是，我以为我有一个这样子浪漫的展开，异国恋，对，异国恋要开始。结果我发现他就是非常擅长，用他的可爱哦去社交，因为他需要这个资源，他非常有非常聪明，非常会使用这个他的女性的资源。我真的开学第一天，大家穿的挫挫的嘛，他就是白洋装短裤，谁瘦的，然后长发全装的，我印象很亮眼的那一个，对他原来是那种社交牛逼型的，我就知道我其实没有机会。哎呀。但是好伤心哦！要唱爸爸的歌吗？没有，你有想他三天三夜吗？玩凶心？不不不，那个台语歌比较尴尬一点。我唱会。居然嫌弃你爸的歌。所以就对韩国女生有一个很好的印象。哦，对，就是说，哎，她韩国女生比较热情大方，对，主动。嗯，其实那个是就交以交朋友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是蛮开心，开心哎，对不对？真的，你说对不对？对啊，真的真的哎，他主动伸出，主动。好了啦，你要炫耀多久啦？假照片，我没有去在那边炫耀，而且你当天就剖出来，你是不是要供回家？啊，拿回家供？没有没有，我就是这样拿着一整集就好。来啊！现在换女生来讲讲啊。对啊，台妹韩妞到底谁好，谁的缺点多呢？来来来，我觉得台湾女生就是有恋爱经验阐述你们就对了。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明显，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炫耀的。对啊，这个好吗？这个好台哦，好到底哦。台中的吧？对，我已经台湾人了。我觉得。因为我在台湾生活很久嘛，然后我发现台湾女生就是太过于专情这样子，然后都不太会对待男生，就是像台湾女生爱要跟男生暧昧，可能就要花个半年的时间，然后在一起又要花，就是可能要在一起五六七八年这样子，就会觉得说好像把一整个青春都献给一个男生这样子，我觉得很可惜。对，因为通常韩国人的话，可能如果我今天跟他见面，然后觉得不错，那可能暧昧个半天嘛，就在一起，半天差不多了吧。另类台韩大战，台男让女神脸都红了。真的会哦！因为通常韩国人的话，可能如果我今天跟他见面，然后觉得不错，那可能暧昧个半天嘛，就在一起，半天聊个天就知道，然后你觉得哎，感觉蛮好奇的，那你就可能在一起之后了解嘛，然后先在一起再说，对，如果觉得他很不错，嗯。对啊，那就可以决定要不要在一起，晚上就可以，晚上就可以，哎，你晚上就可以在一起的意思，晚上就可以在一起了，白天认识，晚上交往，哎，对啊，不行吗？这个是在韩国来讲，不行吗？其实可以的，但我是没问雅音，雅音是这样吗？雅音最快就是以前如果有谈恋爱的话，就认识到在一起，大概是多久时间？以前啦，我们讲以前。근데저는진짜로되게오래보거든요그래서근데진짜1년까지도본적도있어요에요1분钟1小时1년아길때는길때는很长就认识了，然后到最后真的在一起，可能要一年的时间。我要追一年的意思。哇天哪！那对决绝来讲，那我重讲一次，其实韩国人讲一次，不是太久了吧？一天来一年，不是？我觉得你是有问题，就是因为可能追绝的人数比较少。对啊，没有我在讲我身边的韩国朋友，并不是代表我。哦，是朋友，还托其他同胞。好好好 ，OK。我觉得韩国女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来了。小米，这个
只想吸男人的钱，真的。我那个男生朋友他不就是因为没有钱，没有钱就被那个女生甩掉了嘛？那个韩国女生，她是比如说她生日的时候，她就会说：“哦爸，我想要什么名牌包包，因为你不能送太烂的，一定要是精品。”但是我朋友生日的时候，她就送她巧克力，就是那个 label 降很多，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台湾女生很会赚钱，我们自己就很会赚，所以男生讲说我养你的时候，台湾女生不会开心，会觉得说我如果爱你，我干嘛要让你那么辛苦养我？我们就一起努力。台湾女生真的像她讲的这样吗？真的，我到底认识，我认识的都是台湾女生，是吧？女生都这样。哎，我是那个女生，你看像依依，她最喜欢买东西给纳豆哥了，她都是买对啊，付出啊，对啊，都是别人的女朋友。 对，都是对，好像都是别人的女朋友，对对对，奇怪，没有，我老婆都只会买那个什么什么迷彩裤给王少伟，都不买给你，为什么这样子啊？买给别人，天哪，都遇到这种，奇怪了，只想吸钱。韩国的女生眼里真的是只有钱，哇，好凶，好凶，他们会说要暧昧一年，就是因为他们一次会跟五个人暧昧，然后那些。 那些男生就是会投钱在他们身上，他们会把他的钱全部吸光。天啊！而且我有一个很好朋友，他就是存到两桶金，差不多只有200万。真的。然后他就爱上了一个韩国女生，就他就那个女生就会一直跟他说，他想要有车啊，或啥家啊，欧巴什么的。然后我那朋友就想说，好，反正之后就会把他娶到，就先买车给他，然后买到就钱都没了，然后那女生就不想要跟他在一起，因为他没有钱，因为他的钱已经被吸光了。 找下一个，对，真心就是没有办法打动韩妞，他们就是要钱，而且要花不完的钱。对啊，你有很多钱。我觉得太偏激，对啊，太偏激，太偏激。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更有，你来讲公道话，讲点公道话。公道话，我觉得这一种吸金型的女生，吸金型的，对，台湾也有哦，韩国也是，对，都同时相信真爱能够被打动的女生，没错没错，两边都有。哎呦，所以我今天准备了一首韩文歌。 你这样子切入的，你这样子带到表演的，对对对，我们爸爸知道你要这样做，哇塞，这是爸爸教你的吗？太厉害了！一定要真心打动给大家看。哎呦哇塞！对我准备了一首韩文的自弹自唱，还有自弹自唱，还是韩文，太厉害了。对，表现一下台南的魅力，来有请。 미안해 미안해 하지마 내가 초라해지잖아 빨간 예쁘에서 너 어서 날 적어가 나는 괜찮아 맞지만 그런 하루 흘러봐 좀 아불러질 않는데 웃어줘 네가 보고 싶을 때 기억할 수 있대 나의 머리 너의 네 얼굴 그릴 수 있게 너의 눈, 코, 이놈 만지던 이 속을 던져간직하지 다 여전히 널 느낄 수 있지만 거진 불꽃처럼 다 둘러간 볼일 우리 사람 모두 다 너무 아프지만 이제 널 추억이라 부를게 哇！加分加分！哇！哎，这赞赞赞哦！太好听了！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来来，这很厉害哎！耶！好了，看完露西拍精彩的表演之后，是，我们很好奇啊，对不对？雅音他的感觉，会不会因为他唱了这首歌，就觉得这个男生？ 中了，有好感，有好感吗？即便是刚刚的确假音的地方稍微有一点点飘，不要特别讲出来。我如果没讲，观众会以为我们聋了。就但是没有，哎，他。
会弹，然后又唱，而且他本身是不太会韩文，然后他去应记的，所以他整段表演是非常有诚意的。谢谢谢谢。也可能是发音的问题啦。对，我觉得对啊，你不讲大家都不会知道，我其实已经降了五个 key， 就是他还是蛮难唱的。对啊，哎，这一点我还真的不知道，你干嘛讲？你干嘛提耶？所以刚刚那个表演就有一点点，对，就是那我觉得很厉害，只剩下心意比较晚。我觉得心意很重要，女生怎么想比较重要啊？对对对对，好。喜欢吗？아니그너무감미로웠습니다예이렇게준비를해주신게너무감동이었습니다아감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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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其实中文跟韩文是可以通的啦，语言根本就不是问题，对不对？对啊 ，Coco 可以先去休息了，好不好？对不对？可以下班了 ，Coco 可以先下班。啊，有感动到，是。那也会好奇啊，刚刚这个表演，那雅音本身喜欢的男生类型，音乐会不会什么样的男生？对啊，对不对？是喜欢有钱的路西派，还是没有钱的路西派？还是喜欢有钱爸爸的钱？不在我手上。还是喜欢有趣的，像小哈那种，小哈是那种跳肚皮舞的。哦，前面等一下，太快，怎么？怎么？你要干嘛？你要干嘛？好恐怖！嘿，嘿，哎，请看！哎呀，有眼睛，有眼睛，来，小叶出现了。哎呦，来，超越！好久没看到，好久没，对啊，很久没有。嗨，我还喝抽了六支烟呢。哎，很好笑哎。你可以帮我跟他讲一下，我以前真的是他们球队的 general manager， 谢谢。他真的是，对，真的，谢谢，对，所以两个表演看完以后，喜欢哪一个？喜欢哪一个呢？嗯，哦，저는재밌는사람을좋아한다고생각을했었는데오늘부터감미로운사람이좋은걸아所以是他原本喜欢有趣的人，但看完那个表演，他决定哦，喜欢有才华，他喜欢有趣。韩国女生就是眼睛雪亮，有趣过头了，对，太有趣了，好，很好很好。但是听说这个雅音哦，看到哎别人表演的时候，她自己也会忍不住，她哎呦喂啊，忍不住了，是你也要表演来，我是你要肚皮舞在，不行，安得啊，对，安得，好好好，雅音会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双节棍，啊！双节棍，会耍双节棍啊？认真，在这里有吗？他真的有准备。哎，会耍双节棍。欢迎，我们来看看带来的表演。Music， 哎呦，双节棍，哎呦，真的会哦，哦呦。好强，而且又有点可爱耶。对啊，超可爱。因为他耍的时候，他又带很俏皮，又带着笑容，笑笑的要打你的感觉。对，手好灵活。你就有一种反差萌。我记得你也会耶。林哥，哎，不是按摩棍哦。卡住了，卡住。没有啦，他这个是俗称的三节棍，他下面多了一节。第三节。他是不是为什么有卡到的感觉？他上面那个还有回纹针，还有回纹针，太短。他那个回纹针太短了。OK。哇，你这个哇！哎，那个小小 Ken 会不会在流血？哇！太危险！没有没有，哎，他那刚刚那个是真功夫，厉害！对啊，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好，
来，那这边男大生这边有对这个对面的女生有意见？对，我就是想说，就是因为我没有投台妹，我投韩妞嘛。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卫生习惯超差，然后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有交往过一个女生，她就是超级脏，然后家里完全不打扫那一种。之前他们还有一次，她男朋友就我朋友帮她做一个便当，精心准备一个便当，就出门前女生没有带，放在鞋柜上面，放了一个礼拜没发现，臭掉都是果蝇。我们到现在还笑她说啊，你以前跟那个果蝇姐在一起过啊，你交往果蝇姐这样子，对，就是不爱整理。台妞都是果蝇姐吗？没有没有没有，我的房间我的家就很干净啊。你不是我们没有去过你家，对啊，没有，以前有果蝇，对，以前有，真的有。为什么？不是因为我发现说为什么我会有果蝇，可是我明明家里很干净。后来我发现是因为我妈有泡茶叶，然后还有那个我有很多那个蜡烛，那蜡烛会吸引那个香味，会有果蝇哦，所以是妈妈问题。所以果蝇的有果蝇的女生。不一定是脏的，对啊，都是台湾那么潮湿，本来就有一些蚊虫啊，真的那个厕所湿湿的就会有果蝇了，而且有时候我们很乱，是因为我们忙着赚钱养男朋友啊。你真的很乱啊，又推给这件事情上面，对啊，哎，那的确他们有一种病，就是他们。东西都不会马上丢，真的对对。然后呢，卫生纸衫，然后呢，那个假包包里面乱贴，隐形眼镜呢，像隐形眼镜像碎玻璃一样，手摇杯碎在地上，摇杯都不会丢回收，硬掉那个是少数啦，不是对啊，我才不想讲你尿尿都不冲水嘞。我住过吗？台南，休息一次。台湾男生尿尿又不冲水，对啊，有一次会这样，有一次，有一次。不过我们真的讲哦，台湾女生是不是通比较随性一点？因为强强都在节目上面讲啊，他的房间里面是有香菇会长出来的，对啊，少部分，一小部分，他可能想要种香菇啊，什么种类的都有哎，看你想要吃哪一种，哇，他就去他房间割一割，太可怕了。好，台湾女生在讲一些，不能输，不能输，台湾女生不能输，不能输，别攻击啊。韩国女生没胸部，眼睛毫无就是魅力。什么？太狠了，太犀利了吧？好吓人哦！因为我们台湾女生，我们台湾的女生就是比较像比较原生，就是身材比较好。然后我们去韩国的时候，他们女生比较原生的意思就是身材比较好，不是不是，就是韩国的比较骨架扁身，比较有肉，骨感对对，稍微比较有肉，韩国比较有骨感，然后就可能胸部会比较小。然后他们眼神就是可能比较眯，然后会看不比较看不到男生的眼睛。台湾女生眼睛就是很雪亮，然后会看男生，然后抛就是抛一个媚眼就会电到男生。真的吗？那你要示范一下啊！原来示范。其实上次那个我们也有一些韩国的朋友来到现场，也是会电的，不要不要。是啊，你不能输哦。你有办法吗？转身然后就电一下大家这样子。我想说就垫一个人就好。你要垫，那你要选谁垫一下？选谁垫一下？我垫建明好了。建明吗？好垫的，好垫的。好，原来不是因为他选韩妞。哦，你要让他改观，改观。好 ，OK， 好，预备备 ，and action， 选垫 ，OK。哦，哎呦，哇，好可爱啊！哇，哎，怎么样？建明，你怎么？建明，建明如何？我觉得有感觉吗？有感觉吗？我觉得，嗯，可能要请韩国那边再垫我一个，我才知道。你凭什么啊？你凭什么自己选人呐？没有，我觉得要那个，就是老佛爷跟我 PK。你为什么要老佛爷？来，对，建明，建明，来，怎么样？这个可以很近，可以很近。阿 Ken 受不了韩妹诱惑，遭安心亚狂骂毒打30秒。可以帮我跟雅音讲说，我是经验老道的成熟男人哦，我是不会轻易被电到的。哦，整个耳朵都红嘞！经验老道吗？不是经验老道吗？多成熟？他们两个有多成熟？黑哥的耳朵，我就问，多成熟？丢脸，丢脸！什么经验？什么在哪里？我有什么烂长辈？对呀，你丢脸！对呀，下次相信我，我还敬你了。
个就是老佛爷跟我 PK。你为什么会老佛爷？对，建明，建明，来，怎么样？这个可以很近，可以很近，可以近一点，近一点，近一点，越近越好，越近越好。你就直接到他旁边去，到旁边，到旁边。好，准备哦，一 ，music， 电。哇哦！眼睛电他，眼睛电他，可以，可以，完全被吃掉。哎哇！哎呦！哇！认真讲，哎，怎么样？嗯，真的是演员很电，没比较没伤害。金老佛爷他是本身他眼睛是比较小嘛，爱笑的眼睛，但是这样子都很厉害啊，有值得 PK 的。好啦，我觉得这一段那个金老佛爷精神可嘉了，是啦，厉害啦，不是就不是他的风格啦。哎，会想看到雅音的吧？雅音的，对啊，雅音会对镜头来来来 ，Action。不太一样，他是整个很阳光，然后对，就是亮到很闪耀亮的笑容，尤其还有那个头发，哇，那个头发不输地东，来来来，哇哇，地东，哇，你身经百战，你挡得住吗？挡得住，全民禽兽，全民禽兽，绝对可以的，绝对可以吗？你挡得住吗 ？You can try me, you can try me， 不可能，耳朵都已经红了。Music。你把全民禽兽垫到地板上去，天哥扛得住吗？立冬，我虚长你个几岁 ？OK， 看来还有事情，你是必须要跟我学习学习。台湾男人的骄傲啊，可以帮我跟雅音讲说，我是经验老道的成熟男人哦，我是不会轻易被垫到的。特别强的。他不理你，他不理你，感觉起来好像很有自信，拿捏啦 ，OK OK 啦，手拿把枪，哎呦，这么厉害，好，来试试看哦，老师 ，music， 哦，哇，天哥，天哥，天哥 ，hold 住，天哥，台湾，哎，整个耳朵都红了，经验老大吗？他们两个有多成熟？天哥的耳朵，我就问，多成熟？丢脸，丢脸！什么经验？什么在哪里？什么大哥？我以后不敢。道歉！我跟全国的人道歉了，我做错了，我以后什么烂长辈？对呀，丢脸！对呀，以后教训我。对呀，我还经验老道。温哥华念书，好痛，好痛。没有没有，他真的很厉害，很厉害，真的，他很正啊，很电，很电，很电，而且又活泼啊，我们给雅音鼓励一下好不好？来啦，赞啦，啊，好。台湾女生不只是身材跟眼睛而已，台湾女生还有没有觉得自己有没有哪一点是可以赢过韩国女生的？哎呦哎呦，你问问你自己啊，你问问你自己啊，天哥 hold 住，你怎么了吗？刚刚人家。刚刚人家那么电，你是不是也要电电别人啊？对不对？来啊，你电路西派啊！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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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对啊，对啊，预备备，music。哎，有一点可爱，哎，娇羞的感觉，娇羞吗？好可爱。装嘛你，你很会装嘛，看到男人就电，打女生，我是你有什么问题？对不起，女生啊，对啊，我对不起，少教训我，对不起。啦啦队女神大 PK， 全场男生都晕了，赞啊！太辣了，太辣了！哇！我们男生疯掉了，这个笑容。同学来
人就电，打女生，我是你有什么问题？对不起，女生啊，对啊，我对不起，少教训我，对不起，搞什么？干你什么事啊？好痛哎，真的很痛哎，真的很痛哈。没有啦，我们是搞笑啦，开。可是欣雅刚刚那个真的，他有一点，你看脚交叉，脚交叉，有点尿急的感觉，有没有？娇羞，尿急啊，然后对，娇羞。不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尿出来的笑，闭月羞花。对对对对害羞，比较害羞啦，也很可爱，对不对？好。台湾女孩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可以赢过赢过韩国女生的？我觉得台湾的啦啦队就是比韩国女生还要在更早就发起了，所以其实在舞蹈这一方面，我觉得会应援我们是不会输韩国女生。哇！真的假的啦？真的吗？只是舞蹈真的很强，很强，表演一下好不好 ？OK OK， 来来，有请欢迎子子。哎呦哇！赢了，赢了，赢了！哇，好赞哦！太辣了，太辣了！哦哇！辣辣辣辣！棒棒，好赞！哇！疯了，男生都掉了！真的只赢不输，台牛只赢不输，只赢不输了，真的啦！哎，我们就一定要 PK 嘛，不然我们只看我们人家说什么啊，我们好像是偏袒台妹，对不对？对对。好 ，JJ， 来有请了 ，OK。哇，是吗 ？Music， 可以吗？耶！好厉害！好有，有。起立蹲下，起立蹲下。拍抖音啊！哎呦，怎么那么可爱啊？好可爱，可爱哦！好，我们进行投票了啊！没有啦，没有啦，对啦，还是要雅音来一段，对啦，对啦，对。好，雅音先表演，然后金老佛爷要准备哦。好，欢迎雅音，有请。哎呦哇！哎呦！好可爱！啊！啊！啊！哇！这个笑容！啊呜！真的很会电人呢，会电人，很无害，对，是不是？电子刚刚那种就是直接一上来一拳把你打死，对。但是雅音就是那种软软猫咪，慢慢折磨你，然后你就哇，就是恋爱的，嗯，哎呦，对，真的。可是我必须说，刚刚子子在每一个 moment 的眼睛在电的时候。他是有很有企图心，没错，他是很专注的在电我的哦，你有感觉到？台南同学到底又怎么了呢？可是我必须说，刚刚子子在每一个 moment 的眼睛在电的时候。他是有很有企图心，没错，他是很专注的在电我的哦，你有感觉到，哎，所以各有优缺点。那节目哎录完之后，大家就可以去看看，哎，好好回想一下，说哎，到底对方的优点是什么，我们可以吸收什么。像我觉得韩国女生她们出来，她们就是说我今天站在我这个舞台上面，我就是要绽放我所有的魅力，我一丝一毫的害羞都没有。所以说在这一点上面，你看看刚刚看到子子的表演，她一出来之后，好，然后这个。雅音他在表演的时候，他就会转另外一个方向，其实就会有不同魅力的展现，不同面向，对不对？但是一样都是毫无保留，把最好的给你，好不好？是是，再次给我们的台妹韩妞掌声鼓励好吗？谢谢。